2019年5月5日10点14分，香港零一记者许义安报道，英国网站调查发现，有些人首日约会与对象上床后，会发现自己爱上对方。图：英格伊玛热分享第一次约会节目，多是看电影、吃饭试水温。然而之后是否有下文，以及进展太快是否扼杀大好姻缘，相信是不少人藏在心中的疑问。英国婚外情约会网站邀得2000人接受调查，得出来的结论是，想要发展认真的关系，首天约会应该发生性关系。名受访者中，不于三分一男性受访者发现，首日约会与对象上床后，会发现自己爱上对方。PERCENP 女受访者都有这样的情况。一夜缠绵后，36%女性受访者及34%男性受访者会与对象继续发展关系。调查结果反映出来，有一点值得注意，就是女性对于第一次约会便想示爱的对象会较警惕。1%，17%的受访女子表示，自首日约会便与对象发生关系，会看清对方。男性受访者中，有11%有相同看法。第一次约会的暧昧气氛会令部分人跃跃欲试。然而64%女性以及62%男性受访者因为认为这样做事太快而退缩。此外，真正付诸实行的当中，后悔的女子较男子多，分别是40%及27%。 LICITENCOUNTERS.COM 发言人利奥尼杰西卡莱奥尼表示，调查结果释出一个明显的讯息，就是如果你想在第一次约会与人更进一步，便直接去做吧。他说，大家都已是成年人，而只有故作正经的人才会在此事上看清别人。利奥尼指出，网上约会将实际约会模式加快，而这导致人们更快在第一次约会有性行为发生。我们在评判别人在性方面的行为时，已在抛弃那些过时的态度。延伸阅读：好利智亚网恋10年才首次见面，美女与师兄男神修成正果，世界接吻日接吻绝佳解构，两唇交汇以外的事，可比性爱更亲密。文章授权转载自香港零一莱斯布洛克阿兹会。